很满意，很高兴。动动手，搓搓小点心，五位慈济志工来到花莲市国府里社区，分组带着长者们实际体验。老菩萨们呢，在做点心的过程呢，可以自己亲手做，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来揉，做一个手部运动啊，然后可以很欢喜的吃到美味又健康的那个小小的点心啊。使用的材料有五谷粉、红豆，都是近似精舍的产品，借此也让他们了解精舍师傅自力更生的生活。有幸能参与这个活动哦，能带给这些长者跟他们互动，能带给他们健康快乐。除了希望每一位长辈们都能吃得快乐，也让志工和长者们透过 DIY 活络手部更健康。戴新闻真善美志工范吕昭花莲报道。